啊，我们我只是选项，显示设定。偷偷打右，不要打左边这两次，我要练跳狙，每次跳出来，都死掉了。你练跳狙，你不能找那个定点的练啊。你不能定点吧？你不能找定点练、啊，你要练跳狙，你要去找在移动的哪种去练？对啊。我说是这里。这里你要打这 些人、啊，对啊，我是打这里没错啊，我只是从那边拉而已啊，我从这边拉而已啊。我觉得你先练狙到人吧，你先练拉枪。射中你的包。你的包皮，包婆，对不起，我忘记在开台。太顺了，太顺了，看你们平常讲什么话。我说的是包婆，嗯，感觉都是不信。嗯。有未成真的有未成年在看我的台，不行。在乱讲话啊！你也曾经是那个未成年的好吗？哇靠！曾经。现在老了。对啊，你都长那么大了哎、欸，都叫你小妹妹，小朋友啦。他现在依旧还是小。还是小黑，小黑，小黑喽，好怀念哦。唯一逆声有变动的。哎呀！欢迎来到风雪乐园。幻灯乐园。我看你们都没心，正常吗？正常啊。哦，星星跑出来了。找一点比较不明显的 skin， 好，就这个了。好的，这样吗？不是吗？这应该是明天开始莫伊拉的活动。莫伊拉什么活动？那个七六完人嘛，七六造型嘛，就是换莫伊拉的。哦好难，你要赢九场，不难呢、啊。那我们要输几场？最好打的时候。对，要想一下我们要输几场。再想一下输几场。礼拜三早上，反正早上的时候都很难，都很好打，不会很难。我们早上八点开始打吧，我。早上八点。哇。对啊，礼拜三早上八点啊，反正又不用上课。我还没回来。你才刚出门好不好？没有，才刚出门，大概六点快八点出门，不是六点快八点，六点快八点，厉害！我居然没事，哎呦，被拉过。
哦，那钩子距离真的太远了，好烦呐、啊！每次都觉得飞机有多扯。左边那个安娜一直在投射，断补断补。哇！哎，心好痛。另外一边被强化了。还有楼上，还有楼上。哦，是的。圣衣从天而降啊！我都掉安娜讲的句。刚才表现真烂。嘣！楼上，楼上麦卡利绕后。好。不行，来不及。我刚看到他，就他竟然是狗在底下，我以为是在楼上开，他刚在底下开的。我那么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可以把他打掉。不是啊，谁知道他没事从上楼上跳下来。应该落在车上。嗯，不对，他们车也太远了吧。又没动啊！他们能走这么前面，就跟你们之前一样啊，都冲到前面来一样啊。重新开机，再来一次。那我就换蓝牙的，我就不用出来了。啊，开大补你耶！哇，预感，哎看，开大补你耶，还不说谢谢。等一下，没空。还跟我讲没空。哇，一堆哇，睡着了，讲话听见一堆的讲话都好 man 哦。这样吗？又是他，那钩子太远，那么远。我问你，你快烧死了。舒服多了，等会儿可能用得到。哎，林钥匙，为什么可以勾那么远啊？给个明确一点的距离啊！我不要每次都勾那数字距离。哎、欸，麦卡利又绕上了，可是他没大。又绕上，爆头，他在后面呢。刚才晃神了。我的仆人永不消失。麦卡利后面绕后绕后啊！抢话不是打掉吗？我很努力咯。反正没有车，没有人卡车。集合，发动特殊攻击，进行下位推进。尤其现在很难你。干！我觉得我飞到最后一秒。马上回来。对，不要闭嘴。哦，我想看那是什么东西哦，强化装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。我是七个吗？四个医生。为什么我都打到你呀、啊？我原本想说，我应该可以帮你挡个子弹之类的，为什么都打到你呀、啊？麦卡应该有大了吧？刚来不及看，应该有了，因为他很久没开了。嗯。想我吗？哦，你好，白痴，背音又被攻。对对对，过不去，过不去。你不用播，你不用播。麦子好。救我！救我！救
有点高啊，这是房子爆头了吧？对不起，刚刚有大只的挡在前面。我不听，而且舌头的那个棒棒也不补到我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再来一次。哎呀，死掉了。是哈，我都没有点到哈。拉脚。车头，你的好朋友袁氏出来了，麻烦你抓一下，谢谢。看到你为什么都会在奇怪的地方出现？麦卡利后面。麦卡利后面。左边右边，麦克快到了，没错。在前面，在前面了。在后面。他刚刚是从后面来，没错啊。在后面。麦克大没那么快啊。至少再打一轮，他才有大、啊。你要死了！你要死了！你要死了！你是残。好。这个。那个人，麦卡利想说什么？那安娜为什么可以一直射到我？啊，先断，我有要去哦。有个游戏，有看到。不对，他被害了，他还是硬的。完蛋了！直接开大，不开大。失败。完美的每个都蹭一下。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他刚刚玩。他其实是来了。他跟二楼啊，是有两面大墙。好、啊，我们进去，继续要求要求。这样子。人家都有要求了，而且是队友要求了，那进去一下。我剩十五分钟哎、欸。可以的。你说的哦。恶意破坏。你说的哦。不行，找你了。那我就冲你了哦。十五分钟可以啊。冲你就。推个车就检举我嘛，对不对？不会的。那不要三段是站点的，我们都来得及啊。不会检。没有东西。金娜，下一场我不要看到石碑。换脚。金娜。哇。那莫仪行不行？至少选一只确定在原始开大的时候，你可以保住很多人命的角色，或者是在麦卡利开大的时候，你可以辅助角色。这游戏有这种辅助吗？有啊。你根本就只是想要我玩和善吧？参加他。阿蒂斯特也可以好不好？西欧也可以好不好？没有，你这不是选的原始。露西欧，我真的不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正常那个人来来来来，那个、他喊出大就的时候，你露西又开大，然后他往你这边冲的时候，你推他一下，他就看不到你了。而且更别说刚刚麦卡利开大，你有个巴蒂斯特，我直接丢脚下，你看他怎么开大，直接发呆。真的啦，我常玩原氏哦。没有巴蒂斯特，我先立场被他砍两下就爆了。那他，那你还可以砍两下啊，他一顶都砍几下，对不对？我是看原始你都开几只大？赚个能源怎么弄回来啊？我的妈！对啊，我练练的。
你亮亮的。舌头刚刚丢给我全化。他怕你残血了吧？我可以让舌头亮亮的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下。按加秀的那里可以砍到八下九下，你就看他可以砍七下，有两下就浪费在你的维持立场上了。啊，你人还不跑吗？啊，他跑去追你，再跑回来再锁住血就好了、啊。他不被强化，他砍一个人要砍两刀。啊，他砍你一刀，你就跳回来锁住血。他砍了你一下，发现没砍死，然后抬刀再砍，啊，你就可以跑了啊。而且更别说那个可以锁麦卡利的。不会吧？就练啊，你也没在练啊。像我练角色都是看人家玩、啊，看影片玩一玩就会玩。对，看影片玩玩就会玩，像我麦卡利也是，完全没碰过，看别人玩那个在身上开打啊，好会玩了、啊。嗯。花园是靠近悬崖那个。中间的那一个。就是他们。中间。那个吧。嗯。中间有圆柱子。中间一个圆柱子那个什么？猪肝不是猪肝，欧瑞莎、麦卡利、安娜、安娜，还有不是谁？巴蒂斯特吧，我记得他们路西欧吧，五十零二是吧？哎、欸，路西哦，对，路西欧。那他们还有一个艾希，没了，还是鸟球，每次都遇到同。还是你要求、欸、就给那个人进行玩原始可以啊，如果你要转你讲吗？你哪个选角了？如果你要转这张可以啊，呼吸也不要找我，我尽量啊，不要不死不，但这种我冲太快了，他们还没到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少一个你坏坏，他太准，哎、欸，可以，他开始了，好。仓鼠复活。等下，哎、欸，过来，靠，听哪？三、啊，我赢了。那个那个慈悲，那个慈悲他原本是牵的那个猪的啊，然后猪死了他就。飞出去没有，应该说猪跑进来，然后他就没牵到，他就飞过头了。就刚好在那个，然后飞过头就自己会有线。救我！我怎么又下来啦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！不，我输了。哎，零门是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被打掉了，被打掉了。麦卡利亚有打。掉了，不要给了啦。不要拼了啦！全部人在看你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哎，你，我管一下。系统启动完毕。等一下，你们都看不死光光。艾琳。哦。哦，他开大杀我了，那个是蓝露珠，放下了。点内有三个，好吵。哎，他们下去。不可！他复活成功了啦！要哇！
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嗯，那里了。哦，暂停。是不是我准备补他了？那游戏好爆哦！这样，那个，这个。我过去了，他应该开大了。快来弄出第二次！亚宁，你的开大有用吗？开大啊！嗯，两个字不知道死了，我操！你跑不掉啊！你们还开心呢？知道，换个黑的位置。我推走了还是？推不倒啊，但是推不倒呀、啊。所以我照玩那个，我以为我普攻有撞到。他一百血、哦。注点。那个补一下，那个不要一直加速。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接到。这样可以开大了，谢谢各位。没有。对，我被断。他刚刚已经开过了。不是舌头，你这没有去。比较快的，比较长，不然我。嗯，艾琳加油，全世界靠你一个了。哦，我说一下这句话。我已经在里面撑很久了，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帧数多少？刚才怎么会想摇到？在我的。复活的时候，我死掉的时候，复活五秒的时候，艾琳复活，艾琳开始。对吧？这样来得及吗？不知道了。开台时间吗？应该是来不及。就是来不及啦。我说啊，如果不要三个站点的，还来得及啊。这个画面，我靠！拉过来进去。那我们直接跳掉也是可以啦，就，大不了就是今天没手胜嘛。我怎么玩点手胜？嗯，是没差啦。看。啊！哎呀！好吧，反正你去开台吧。现在就开了。真假？早就开台。哦，对哈，不是，你可以去约子期的，我说错了。那就是你可以先开着。五分钟看我五分钟会不会输掉，还是五分我们真的赢了？如果真的赢了，我们还要第三场呢。第三场我再跳，你们再找一个路人就好了，没差。没有，应该说看他们会不会赢。是看他们吗？不是看我们吗？你已经离开我们这边了，是不是？喂，不是啊，他们赢比较快啊，就不用打第三场啊。我们赢还要打第三场。哭啊！哎，哭啊！为什么没过去？谁的兵强？我说怎么停下来？我要看一下脚下，看这冰墙三角。好，不需要死了。不需要，不是不需要。哼，这个。我到了，珠子，珠子。那个珠。我真是有点高，是什么东西在跟我抢 CPU 吗？来龙之谷也开啊！你就把暴雪关掉。都被吸成那样，走就不想理了，你一定死了。哎、欸，我帧数掉到各位说，他回来了。猪哦，猪拉。我把暴雪关掉，他就回来了。哎、欸，那猪跟那个。下蛋水在吃。哦。
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，他随时勾着勾你下去。是有人拉我，推我出去。他们的那个，他们就露西，我在刚在点那推。哦，等一下你们先，等一下。三百，你再不解冻，我就要盾爆了。看那个，按那个土叉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要赢了，求了，求了。没关系，我走，我走。欸、不是啊，我觉得尤其是前面不是还会介绍一下，欸、给你们 key 一下。对啊，前面我刚才也在想前面不是有介绍环节啊，给你们的 key 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住这里可以吗？这是海带哦。就是他来哦！哇，要跳吗？三三，要准备再离开吗？哎、欸，还有两分钟的时间。没有，你还是加个三分钟之类的，因为还要等人。我就不相信每个都会准时到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吧？教主可以先开麦快。教主，你离开的话，这个 highlight 不算，那就算了哦。我要留下啊！不是，我是谁的盾啊？我撞下去直接撞墙。来提一下菜渣那边那个了吗？大家更熟的菜渣都不会，新大陆。哎呦，星星二号，星星二号，哎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啊！你在前面好吗？还有问题吗？补不了。哎呦喂呀！有球吗？有球吗？好上。丢不大。在哪？他打开要回来。哎，我就要输了。你的一技能随时一直套哦，你一那个套起来。哇！跑！又跑！哎呦喂啊！你跑还是吗 ？Motherfucker！ 这时候就要问，请问你要让我们早点赢，早点让你去开台吗？没关系的。哦，哎呦，为什么啊？三组，为什么翻那么高？啊！你看一点点爆掉之后，你要不要换那个炸弹鼠？赶快把那些坦克打掉，他们都没有盾。啊，那我换炸弹鼠。我等一下我死掉，我换炸弹。他冒了500，反正500-900啊。那炸弹鼠在那个那边哦，德托尼那边。无能为力，真的无能为力。好，换炸弹。多操盾！欢迎盾牌，盾牌爆了！听到你不要。啊！没关系，我刚刚是听到那个拖鞋。我要补你，然后就那个人那边做对决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和尚其实不太需要被补，因为他有150的那个恢复、他不要伤，他不要伤到根本，其实都没什么问题。不是，因为他刚刚在跟他刚才跟星星一比一啊。没有一比一，是他跳过来，我根本逃不掉啊，所以我就站着等他打啦。他刚才已经放弃治疗了，你可以试试看五连珠。哎呀，干，不是往后面来的啊！马上没有，哎，不是啊，我再讲一点，96了耶，我们要赢还是要输啊？要赢就放，哎。不行，还没放给他们，放给他们，快！还有没快开打呀？弟弟，我就看着那个海拉的装备，就糗了。应该是好了，来，应该是你的海拉呀。应该是两个啊，依照我的算法是两个啊。依照还有额外加。是6啊，你那个插下去是6啊。
这个是我的，有没有尴尬？还好，还好是教主他立刻转。我捡起来了，我觉得蛮棒的。赚了，吃完一村。哦、oh. ，立刻转是。踩到陷阱！哎、欸，我一直狂踩陷阱哎、欸，都一直踩，然后夹子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夹子是专门打那种移动速度高的、啊，就是你这种的、啊。好啦，走喽。啊，爸爸。啊，真的不行。那我们来追龙之谷吧。哦，行，再追。好，开一下游戏哦，看一下版本。1.15